家乡的父老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我呢是老杨，啊，但你们别误会，我不是那杨树林儿。那小子人不咋地，有点飘。我呀叫杨明，也别误会啊，我也不是那个篮球教练。我是不是长得比他帅呀？啊？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，哎，搞了一辈子科研，研究出不少东西。 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，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。但是呢，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儿，装了30年。你们说我专一不？专一。要说啥事儿你都不能着急，这不是吗？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，说今天要来看我，这就证明了一句话，叫好饭。 不怕晚，对不？来，要不我多亏啊，都准备好了，要不然呢，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。这就来了，哎呀，我这个谁呀？艾伦，哪个艾伦呢？烧锅炉那个宋艾伦。哎呦我，老宋头啊。 对，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，我没在家，还来得及不？老杨，你如果要这样事儿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，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？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，我没有探讨明白，我再来问问你。那个量子纠缠呢，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，这回明白没？啊，你赶快开门进屋，哎。